用巨大的漩涡发电的新发电厂正在逐步建设当中。真是太了不起了，这么大的漩涡会转变成电力。那边有龙卷风哎。好，你说什么？是龙卷风啊。龙卷风，龙卷风。糟了，闪电就来了。听说事件发生的时候万里无云，也没有什么风，龙卷风在这种时候产生的可能性有多少？应该是零。队长，难道你也认为这是异常现象吗？我不知道，你的任务呢就是去调查现场。是，我立刻出发。多待几天没有关系，连细节都不可以放过。你跟超一郎一组，超一郎拜托你了。可是这什么事情吗？啊，不，没有什么事。没有就快出发。遵命。超一郎，刚才你究竟想说什么？我觉得队长他太不近人情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明天不是应该是你的生日吗？哦，原来你还记得我的生日啊，真是谢谢你了。大家一定都会很失望的。这有什么办法，因为这也是很重要的任务嘛。我先去准备了，待会儿见。哦，虎鞭，约定的日子到喽。虎鞭，你是怎么了？哎，虎鞭，你在哪里啊？我在这里。你可恶啊，你居然敢吓我。你一定又在做什么无聊的实验了，对不对？约定好的东西在这里。真的啊，嘿。这个太棒了耶。对我这个专家而言，做这个东西比吃饭还容易啊。谢了。陆奥美看到这个东西不知道有多高兴的。等一下，那个东西是我做的呀，玩木。是我叫你做的，亲手送给他的人也是我呀。陆奥美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呢。玩木，你真是温柔啊。哎呦，他会这样说，我真是太聪明了。可怜的。真是可怜。还真的完全不知道。不知道该说是烂好人还是什么。比果，你不要在那边嘀嘀咕咕的，有什么话你就明说，你到底想讲什么？陆奥美现在就要出发了，而且还是跟超级狼一起去呢，你知不知道？你说什么？世界是绕着他们两个人为中心转的，好幸福啊。我的家伙居然想偷跑。什么人？谁呀？别恶作剧了，快点把门打开。
还蛮不错的嘛。像这种天气居然还会产生龙卷风，真是让人不敢相信。超一郎，你说是不是啊？是丸木。超一郎他突然得了疾病，肚子突然痛了，所以我代替他过来。真的吗？真的啊。你这个表情好像我来这里不满意啊。不，我只是觉得有点奇怪，刚才他精神很好的样子。我告诉你，超一郎那个家伙太不可靠了，不像我，你大可以安心的依靠我，放心好了。真奇怪，怎么会没有任何磁器的反应呢？发电机也没有电，好像这里所有的电都被吸走了一样。陆阿美啊，什么事？请你收下这个礼物好不好？虽然是早了一天，但是祝你生日快乐。谢谢你啊，环木，你的心意我很高兴，可是我想还是明天再给我吧，请你现在先收起来。你千万不要忘了，我们现在可是在工作当中哦。生日的事还是明天再说吧。我知道了，你是不接受我的礼物，对不对？玩木，这种烂东西我也不要了。我是超一郎。超一郎。哼，急急忙忙的跑过来了。龙卷风又出现了，这次是中央阿尔卑斯山的发电厂遭受袭击，请赶快前往啊。知道了。好，我也要去。就是那个。什么？这不就是普通的龙卷风吗？不对，你注意看，它一直瞄准着发电厂袭击，这就表示它需要大量的能源。光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它不是普通的龙卷风。原来是龙卷风怪兽啊！好，看我一炮打死它！丸木，不要过去！丸木，你快点回来啊！好好看着我英勇战斗的影子吧！我们的目的只是在调查，总不能放了发电厂不管呢。可恶，这次一定要成功。没办法，也只好先去救他了。
不起啊，队长啊，都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好了，丸木，不必再自责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想个办法打倒龙卷风怪兽，好把队员陆奥美给救出来。陆奥美都是因为我的。放心好了，陆奥美队员在龙卷风里面还活着。虽然我们不知道龙卷风它真正的面目是什么，总之呢，我们可以确定它好像急着吸收电力，所以呢，我认为我们可以设计一个很简单的陷阱来等它。陷阱？我们把我们的基地动力能源调到最大，我想龙卷风怪兽应该会被吸引过来才对。你在说什么？可是万一弄错一步，就会发生大爆炸的。不错，这是一项赌博，可是这也是阻止被害范围扩大、救出洛奥美队员唯一的方法呀，是不是？那就只有拼了。虽然这样子很危险，没错，可是怎么样也比坐在这里穷着急要好啊。好，就这么办吧。长官，我是秋山，请开始作战计划吧。是，遵命。基地能源的输出功率已经调到最大了。基地对全体的作战体式做了大幅调整，准备应迎龙卷风怪兽的袭击。龙卷风怪兽是否真的会来呢？而陆奥美队员是不是仍然平安无事？接近中，全体人员进入战斗位置。湖边，超一郎，队长，还有我。好，马上出动。遵命。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只要飞进去就知道了，这样也可以知道陆奥美是不是还活着。好，我去看。危险了，变身吧，即使明知道没有胜算。对了，丸木，我给你的项链呢？项链？那个项链我早就丢掉了。我等一下，陆奥美好像……如果陆奥美身上带着项链的话，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在哪里了。你说什么？你听好，丸木，我在项链里面偷装了照明弹，本来我是打算在生日宴会上用来吓大家的，我想现在应该可以派上用场。对了，那个东西啊，我知道了，只要他在里面使用照明弹，或许可以知道龙卷风背后的东西。文木，小心啊！
超人。原来龙卷风里面是一个特殊空间，而在那个最下面有一个奇怪的东西在飘动着。这是他真面目了。啊，陆奥美，陆奥美，听得到吗？回答我，陆奥美，是我，我是玩木，快点回答我，陆奥美，用项链了。你身上有戴那个项链吗？啊，项链。陆奥美，快点按下项链的按钮，快点啊！就是那个，宇宙超人的体力在地球上消耗得很快，当体力剩下不多的时候，胸口的星光徽章会由蓝色转变成黄色，然后再转变成红色。当红色星光一闪一灭的时间超过30秒，宇宙超人就会再也站不起来了。不愧是宇宙超人，看到他我就好放心啊，不愧是超人呢。那个是以龙卷风为屏障到处吸食能源的可怕怪兽，唉，真难缠那个怪兽。陆奥美小姐，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送你的。谢谢你们，我好高兴哦，真的很谢谢你们为我办了一个这么棒的生日派对。哎，好啊，大家来干杯吧。你从哪儿来的酒啊？当然是拜托餐厅把我们留下来的了。想不到你很细心嘛。不过说真的，还是我送的生日礼物最棒了，要是没那个项链，现在陆奥美早就……你少得意忘形了，解救危机的人又不是你，是宇宙超人，不是吗？你少多嘴了，不必你讲我也知道。啊，对了，怎么没有看到队长的人影呢？队长？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他不列入考虑。那个食古不化的队长啊，绝对不可能记得女生的生日。一二一二，大家好，蛋糕来了。什么？祝你生日快乐，秋山敬上。啊，队长。喂，真了不起。为我们的秋山队长干一杯吧。
事件平安地解决了。年轻的队员们一起为陆奥美的生日办了一个生日宴会。可是龙卷风怪兽到底是从何处而来呢？又是怎么诞生在这个世界上的呢？这点成了永远的谜题。怪兽随时可能在某天突然出现，可是不管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一定要保护这个美丽地球的和平。ある日、一人の少年が草むらの中で見つけた不思議な可愛い動物は、かつて科学警備隊の手によって一度は倒された大怪獣の細胞が分裂したものだった。少年はそれを知らずに自分のペットに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のままではまた80メートルの巨大怪獣に育ってしまう。次回、ザ・ウルトラマン、草笛が夕日に流れる時。